各位同学，我是侯尚。接下来啊，我们来玩单手伏地挺身啊。我想示范一下单手伏地挺身。那单手伏地挺身啊，当然就比双手要累了哈、啊。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做起来了啊。有兴趣的同学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做。那想尝试的同学呢，万一做不起来，你就直接趴下啊，不要让你的手受伤就好了。那单手伏地挺身啊，你可以先用惯用手右手做，然后再慢慢做到你非惯用手左手啊。那今天呢、啊、我就示范非惯用手啊，不常用的，我想锻炼一下我的左手做单手的伏地挺身啊。来，现在就来看一下单手伏地挺身的示范。首先啊，你先蹲下来，然后呢，伸出你啊要锻炼的那只手啊，我想这次用左手，身体啊向后打直，然后右手啊，你如果觉得不保险，你可以轻触啊地上，那你如果觉得 OK 的话，你就背在身后啊。那现在我想就试试看啊，背在身后了，一，哦。啊，三，哎呀，好，完成。哇，一天没，